为患者和前线医务人员打打气，你捐的一分一毫都非常有意义的，谢谢你。新时代集团发起筹募善款，主办齐心会更美全国筹款日，在2月22日，加拿大中文电台会由早上6点至到晚上11点，呼吁大家慷慨捐书，请大家到加拿大红十字会网上专业捐款，善款会添购物资，将祝福送到疫区。慷慨解囊，多少无拘，多谢你。